Logos 大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零五年，专注提供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SS, 无线通信、embedded 系统、航空电子系统、汽车级和消费电子等全面性的服务。由于拥有 IATF 一六九四九品质管理系统认证，大成科技在汽车产业相关市场，例如 design house、e、EMS、OEM、ODM 等。 都是 Tier One 和 Tier Two 制造商的供应商。大成科技为国际市场知名的阿法及模组设计商与供应商，在海外各国拥有超过二十余间知名的代理商，专为客户提供完整的 OEM 与 ODM 服务。GPS GNSS 全球领导厂商 Logos 大成科技正式宣布全球最小尺寸 RTK 模组问世。 RTK 长期受限于高成本而无法全面普及推广，眼见五 G 时代和 AIoT 物联网产业对高精度公分级定位的刚性需求，本公司推出 RTK E 零一零模组。RTK E 零一零可以收发一百三十五个卫星通道及超低功耗，只有六十五吗？它是目前最小的 RTK 模组。RTK。 1零一零可作为 base station 基地台或自组网行动基站使用。大成科技深耕全球行销数十年，熟知了解终端客户的需求与痛点，而 RTK 1零一零模组的高品质和高性价比将会是客户的最佳首选方案。针对不同的应用以及市场，我们为全球客户提供各种不同的 RTK 产品，例如 RTK 模组。 RTK 系统和 RTK 手持装置和 RTK 嵌入式板卡，大成科技将 RTK 迅速扩展到各种民用市场：无人自驾、桥梁、大坝、边坡、建筑观测、空拍、物流无人机应用、手持设备、精耕农业、追踪器等等。因此，我们相应的推出了几种 RTK 解决方案和 RTK 产品。 大成科技的惯导模组是最适合用于汽车应用内建三轴姿态可分析驾驶行为以及自动校准功能，使其便于使用。透过这些特色，此模组可使用在卫星讯号较差或无法收取的地方，例如隧道。